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历经四个月的装潢，我家终于装修完毕了。那今天就来带大家开箱我的新装潢。之前啊，其实我家里大概住了12年，那需求啊、人员啊都改变了，所以我家之前啊整个是非常非常的杂乱。那大家知道我是做3C部落客，家里会收到厂商一大堆东西，所以家里整个都非常的乱。哦，那我老婆都是看到很崩溃，都快要跟我离婚。整面墙的柜子真的是一口气满足我所有收纳的问题，每一个都是柜子，然后全部都可以打开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我工作区，我工作区现在变成在这地方，上面有很多的柜子，然后接下来我会换一台49寸的萤幕，那我还没整个打扫完，所以我就先摆在这边，好，先用小萤幕。那再来看到我家的厨房，那这一次厨房啊，整个改装的非常的明亮。整套都是樱花的厨具，那这次这个总共我花了大概快要23万，好，整套的，包含它的抽油烟机跟瓦斯炉，双旋炉的瓦斯炉。那这个整套的安装过程啊，其实我有写这个部落格文章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樱花的厨具的安装过程，全部都是自己花钱，不是业配，真的。然后我老婆非常满意，整个变得非常明亮。非常明亮。好，再来介绍一下我家这边客厅多了一个中岛，除了区隔这个房间跟客厅的位置之外，其实我做这个中岛用意就是为了收纳我的网络设备，我所有的网络设备全部都藏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现在我家里的 WiFi 啊 AP 啊就在于家里的正中间，所以我现在全家的网络收讯都非常好。那可是啊，这次装潢的过程中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哦。像他们这些师傅啊，他会在我家里直接施工，切一些板材。像樱花，他就有在我家里切10英尺台面哦，那个真是超级堵。你在屋内里面啊，你不戴口罩，那闻了真的是会中毒。然后现在装潢完之后啊，我一进到屋子，我就发现真的那个甲醛味道也很重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我就只好出动我的 Dyson Pure Cool。空气清新机，那这东西之前我家里就有两台，一台给我小儿子吹，一台呢冷暖型的我就给我大儿子吹，因为他有气喘。那现在家里的客厅装好，空间更大，所以我就决定再追加一台全新的 Dyson Pure Cool Quintopic TP06， 然后放在客厅，然后顺便开箱给大家看。为什么我选 Dyson Pure Cool TP06 呢？先不说它的外观哦，真的非常搭我家的装潢。经过我2年实际的使用下来啊，我发现 Dyson 空气清新机的清新效果真的很强。Dyson 就是气流专家，它采用气流倍增技术，整台会350度旋转吹送，滤网也是350度，整圈围绕在下方，滤网的气密也做了相当扎实。那大家知道空气污染除了大家知道的 PM2.5 之外，室内化学挥发物也非常可怕，那像一级致癌物甲醛就是其中一种。那像我家刚刚装潢完啊，建材中甲醛特多，真的是毒性可能最强的时候。而且甲醛不只存在于新装潢的房屋中，从我们日常使用的消毒剂啊、杀虫剂，甚至像是老婆爱用的香氛蜡烛里面都会有。室内的空气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糟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台 TP06 啊，它拥有医疗级的 HEPA 加活性炭的组合滤网，它除了可以捕捉 99.95% 的小至 PM0.1 可能有害污染物如细菌病毒之外，好，那最厉害的来了，就是它拥有独家的 Quintopic 科技，可以有效的将甲醛分解成无毒的水加二氧化碳。哦，这一开下去不骗你，真的就很有感觉，过敏的状况也觉得改善。对了，还有一点就是我喜欢它对着我吹，别家空气清新机啊虽然也有效果不错，可是大部分都是往上吹，这样我还是要开一台电风扇啊。那Dyson Pure空气清新机，它的出风口就可以直接当作电风扇，那这样子我就不用开两台机器在那耗电。另外也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哦，很多人都说为什么Dyson看不到 CADR 值，因为哦Dyson采用的是更严谨的 Polar 检测法，那它的测试空间更大，大约27平方公尺。更符合大家一般居住环境的大小，而且哦，测试的时候是将空气清新机摆在角落，那实验室的8个角落跟中央，一共有9个空气品质感测器，那用这样去侦测空气品质，那这样比传统的 CADR 测试的空间，将空气清新机摆在中间，并用大风扇辅助空气流通的测试方法，
Paula 的实验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。那大家的空气清新机都是靠墙放边站啊，哪有放在中间的，对吧？而且 Dyson TP06 不只是效果干净，它也可以远端控制哦。只要你连上家里的 WiFi， 我就可以用 Dyson Link App 远端查看它的运作状况。那家里空气品质到底改善了没？温度啊、湿度啊都可以看得到。那 Dyson TP06 在冷气房当作循环扇的效果也很不错。它运用350度气流循环的方式，可以将家里空气整个过滤一遍。那建议大家哦，摆在对角线上面，让它朝对角线吹过去，这样的循环效果会更好。好，以上是关于这台 Dyson TP06 的介绍。那大家如果对于我的装潢啊有其他的想法，想要知道什么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铃铛。好，我是云爸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好，再来看到我的沙发哦，这一组沙发我真的是挑超久。当初我看了很多的沙发、啊，那包含斯肯、柚木啦，然后宜得利啊，各式各样的地方，包含五谷工厂我都跑去看，最后挑了这一组哦。这一组电动沙发真的是赞，整个可以贴墙放，然后不占空间，脚又可以直接整个躺平，非常的爽。然后整个腰部又有支撑，我觉得很棒。真是挑超久。那大家如果对这整沙发有兴趣的话，我在底下留言，我再另外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。